50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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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账号012-001-198-660 012-001-198-660，以认养代替购买，给浪浪一个温暖的家。心善念慈，护生命好，生命电视与您一同享受付出，珍爱生命。接下来请收看快乐修行路。尊贵的导师梭巴仁波切是耶喜喇嘛的新传弟子，两位喇嘛在1964年相遇，1971年在尼泊尔建立科盘寺，且一直为着把佛法介绍到西方的心愿而努力。1984年耶喜喇嘛圆寂了，梭巴仁波切一肩独挑起领导护莲会的重任，以不忍圣教衰，不忍众生苦的悲愿，使至圆满上师耶喜喇嘛的遗愿，要在印度建造一尊弥勒大佛，促使大乘教法常住于世。仁波切所有的时间都用于修行或教导众生，终年马不停蹄地走访全球各地，推动种种弘法利生的事业。即使在视线变相的时候，仁波切仍然不愿放缓脚步。仁波切常说，如果我活着的时候不能对众生有丝毫的利益，那我就没有存在的理由了。修行小语篇：如果可以雇一个人为我们修行佛法的话，不会有任何友情留下来。因为无量诸佛中的任一尊佛都对一切友情有充分的悲心，会为我们承办一切，因此我们早就能成佛了，根本不必费心修任何一个法。如果你修行，一切诸佛菩萨都会与你同在，环绕着你，支持你。在你死亡的时候，所有圣众都会与你同在。修学佛法的原因有二，其一是调伏自心，并获得自身的成就。另一个原因是利他，深入而广泛地向他人清晰地阐释佛法。佛法若能学得越多，就越能利益友情。你能给他们更有深度、令人满意的解释。回向的时候先观空，这样回向空性可以把功德保护起来，往后当沉重的嗔心升起的时候，才不会被完全摧毁。回向功德有两个要点，可以让功德源源享用不完。第一个要点是，虽然你自己累积的功德很小，但回向的时候可以回向你及一切诸佛菩萨众生三世所累积的功德。
以增广回向的功德及力量。第二个要点，就是要把这么大的功德回向成就圆满正等正觉，其功德会让你源源享用不尽，直到成佛。没有持戒的人不能了生死。没有持戒，就像残缺的肢体，无法走路，也无法到达所欲之处。不管如何，每天起码念诵一遍菩提道次第颂，非常要紧。这样每天都会在内心留下整个成佛之道的印象，每天都更接近实证整个菩提道次第，也就是每天都更趋近佛果，同时每天更接近引导所有众生脱离一切苦难，带领他们成佛的境地。何以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何以内心一点也没有变化？何以没有任何证悟？我们的心还是老样子，甚至更糟。这是因为没有在菩提道次第中，在菩提道次第的每一步骤上老实地修行，尽可能地以饶益其他有情之念头及菩提心的动机，来度过一天当中的其余时间。无论你是为中心或公司、工厂而工作，尽可能地怀着饶益他人之念头及菩提心的动机去做。这样一来，你的生命毫不浪费。如果你怀着菩提心的动机而工作、睡觉、做每件事，无论你做什么，全都变成法性。然后，是你有哪些出众的烦恼，就必须在日常生活中运用相关的技巧和对治法。如果你的心比较没耐性，或是嗔心非常容易生起，那么你必须加修安忍。倘若你年复一年地修持，心中却什么也没发生，那么你必须检查一下，你是否遗漏了哪一位你结下法缘的上师而没有医治他。如果你因为不喜欢他而漏掉了这样的一个人，不去修医治上师，那就是你修持上的错误。也要检查一下，你是否对某位上师造了什么沉重的恶业、邪见或其他的过失，没有敬业或发怒。如果你做了什么干扰善心的事而没有敬业或发怒，那么就会引生障碍。无论你修了多少，什么也没发生。修持敬业和积聚功德，并不一定是指修持金刚萨埵、礼拜或献曼达，也不必然是传统的虔行法门。
当您以强烈的慈悲心为其他友情工作并忍受艰辛，那是难以置信极具威力的敬业。如果你依循上师的教导并诚实上师，这涵盖了一切，从礼拜到献曼达，到金刚萨陀法门，所有这一切前行都包括在依循并圆满上师的教戒诚实上师这项行为之中。萨迦班智达说，由诚实上师遵循上师的教戒并圆满上师的愿一秒钟，所累积的功德等同你一千劫修持布施自己的头或肢节、身体给其他友情，并将这些功德再次布施，就好像你到医院就医，能否得到医师的帮助，取决于你的业。要遇到正确的医生，你需要功德。能否得到本尊的帮助，和这个医生与病人的例子是一样的，他依业而起作用。你能多迅速获得注意等等，取决于你的功德。把家和办公室当作修行，这是很棒的修行，很大的挑战。在你到办公室前，先思维，我将要去实修佛法三主要道六波罗蜜。办公室是修行密乘的地方，把每个人看成本尊，每件事的体性都散发出大乐，没有任何事是烦人或混乱的。一天中享受的任何一种五官享受，衣服、音乐、美景等等，都思维将他们供养给心轮中的本师释迦牟尼佛。借由这种方式不断地供养佛，可累积功德，亦可借此减少对五官享受的执着，而能以平静的心来受用。上床时思维自己将修睡眠瑜伽，以便利益一切众生而觉悟成佛，以吉祥卧姿躺下，此为佛陀圆寂时所躺卧的姿势，并回想一切众生的仁慈和痛苦，怀着对一切众生的慈心入睡，观想释迦牟尼佛在枕头上，你则以他的腿为枕，佛陀发出柔和的光进入你的身体，虔诚地意念佛陀的智慧功德入睡。文殊遇事宗喀巴大师离开寺院隐居起来，专修菩提心。视上师为佛，禅修菩提道，进藏集资，不在这些上面下功夫，即使你修一百年也悟不了道。
光是想要进步，无济于事。必须造下相应的因，其中之一便是累积功德。现曼达涉及在心理上线上整个宇宙，所有的星球及世界，所有的受用物，特别是自己非常贪执的对象，这一切都供养给资粮田。借由现曼达，在今生及来世，你会具足修行所需要的一切顺缘。透过观想，在曼达上空布满你需要的一切东西，然后供养出去，你便造下获得这一切东西的因。因为现曼达有大果报，应当尽自己能力所及，供养最好的东西。如果你有足够的钱，供应自己生活的舒适品，却用低劣的东西供养，你的供养唯一的果报是减损自己的功德。我们往往把自己囚禁在自我爱惜的牢狱中，爱惜其他友情犹如锁匙，把我们释放出来，我们马上会感受到解脱的自由。没有修学佛法，没有任何正量的平常人，包括国王和总统，事实上是住在监狱里，家庭责任的监狱，没有独自修行的自由。自我中心的我爱执监狱，嫉妒心和欲望的监狱，嗔恨心的监狱。像身体只不过是一些秽物的容器，相信它是洁净的，这是另一种幻想的牢狱。有许多种错误的概念和见解，我们陷于这类牢狱当中。这些牢狱从无始以来就存在，无始的牢狱。现在你已经执欲了佛法，如果你禅修，尤其是菩提道次第，你能让自己从这所有牢狱中解脱。外界的人认为只有犯人知道牢狱，但外面的人不知道自己陷于所有其他无始以来就存在的牢狱，这是根本的苦，使他们深陷苦趣。外在的牢狱跟那些内在的牢狱比起来，根本不算什么。你应该将你最主要的心力用于最能利益众生的事情上。你可以透过禅师菩提道次第来判断利益为何。没有道次第，就没有办法判断什么是对众生最有利益的。或为你自己带来迅速的成就，只要能最迅速带来证悟，并为众生带来最大的利益，那就是最有利的法门。并不一定需要闭目端坐几个小时，
如果你做得到，就做能够带来最大利益者，不然就做中等利益者，再不然就做利益最少者。这并不需要太多技巧，善巧有赖智慧。积食有二，善心与一止上师心，这两者之中，一止善有是关键。缺乏这一点，通常连菩提心也不会升起，一切都封锁了。即使你为上师或其他人工作而漏掉自己的功课及禅修，也无需后悔，因为做这些祈愿文原是为了其他众生，为了带领他们达至正悟。但如果是因为你懒惰，那就变成一大损失。不然的话，并无损失可言。无论我们为自己回向什么，同样也回向给一切有情，因为一切有情都跟我们一样，只想获得安乐，不想受苦。通常我们还会回向功德，祈请佛法常住世。如果实现的话，众生的安乐自然就会来；没有实现的话，安乐就不会来。要升起一止心，并使之稳固，应该每日修持上师相应法，正如充电一般，你必须每天做一些上师相应的禅修。如果你每天都做，就能维持一止心，使之越来越强烈。那么，对你而言，是上师与佛为不可分的一体，这种清净的一止心将越来越真实。当你想到上师时，从你这一方，你有他是一切诸佛之见解；当你想到佛陀，那也是一切上师。倘若这种体悟以及对这种体悟100%的信心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而且很稳固，那么你就拥有了一止上师的成就。护持中华护生协会，邮政划拨，户名中华护生协会，划拨账号42138483，42138483，银行账号，银行代号土地银行005，账号012001195679，012001195679，护持护生放生超度阴生未生胎儿。慈悲置业高雄分会中山书坊举办八关斋戒暨礼拜药师宝忏护生小蒙山，恭请广护法师主法，法务指导法师共同领众。日期11月19日星期日上午9点开始，地点高雄分会中山书坊，高雄市新兴区中山二路472号7楼，
洽询电话07-221-2323 07-221-2323 07-282-0278 07-282-0278。敬邀菩萨参与熏习，同沾法益，共沐福恩，配合防疫措施参加共修，敬请佩戴口罩。佛教中山书坊法会直播，请搜寻脸书佛教中山书坊。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台南分会2023年正式开启药师祈福灯，欢迎台南地区大德为重病者点一盏药师灯，敬请亲临分会登记，不受理电话网络报名，联络电话06-271-6616 06-271-6616或06-271-6612 06-271-6612，地点台南市永康区永大路2段345号。世界不遥远，慈悲爱相连，菩萨行者生命电视台。接下来请收看传习法师弘法行。所以这里面佛陀也跟文殊菩萨说啊，汝今谛听善思，即善思维。我们想我们人生我们有即善思维过吗？佛法的道理是需要我们用整个生命去体悟体验的，不仅要悟其体理，还要去体验它的真实道真实内涵。谛听里面啊，我们比如说我讲过啊，这个普贤言教啊，里面就听法的这个如理状态，听法者性要有什么？远离三种过，哪三种过呢？一个是，就是听，但是坐到这边没有认真听，自己在光是在自己的状态，叫耳不闻如负气之过，就好像这个碗啊倒扣来过来一样，那这个水你再倒。碗底沾一点水，碗里面是没水的，因为你碗扣过来了，承接不了。然后呢，听了，他没有去集散思维，听了就耳边过了，就闻不迟如漏气之过，听了之后对内容不去思维研究。像我们这个法会，哦，3天来了，然后走了就结束了，回去又依然故我，又恢复到轮回状态。还是佛法归佛法，你佛伟大伟大你自己去吧，我凡夫过我凡夫的平凡生活去了。那你跟佛法没有交涉啊，所以闻了要迟。还有一种呢，杂烦恼如染气毒气之过，我们自己的邪知邪见在这里衡量的佛法，为什么要皈依呢？
你皈依，你学佛法，你就